Thank you.
欢迎剑指南终于可以说话啦！终于可以说话了。你要读书哦，其中期末考吗？是期末考吗？
这台比上一台好用。上厕所，但是有些，但是魔王的闪子弹的那个规则，最后那几关还是猜不猜出来。但是我第一关现在如果没什么太大，也不会死。第二关大概顶多死一只，但是不用逼弹，那太紧了。哎呀！这款Beirer是我们来练习散弹的一款，真的。
嘿。真的一发就爆了，但是其实平常不会那么多。就一直见面，一直见面，哎呀，是，两把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
发，一发一发。突破了我直播的新高，我直播了1个小时40分。哦，三发对，这款真蛮好玩，而且我记得他还出了3大。最高四级火力区。我还有分哦 ，P1 闪电。跟踪制导导弹，并行编盾，一盾炸弹，旋转火盾炸弹 ，Spitfire 喷火，任人导弹，防御编盾，巨型火焰。银饰，神风，真武士斩。机体背景资料 ：P38 美国闪电战斗机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研制的第一种军用飞机。传奇人物凯利·约翰逊主持设计。双生恶魔，美国 P51。哇！现在上历史课了，刚刚那个防卫型的要双打才有的。对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哇，刚刚的 P51 好像痛一样，就是那个双打才有的，歼击机之王，守护天使 ，Spinfire。英国的飞机，在英国世界单最主要的单发机动战斗机，
最大飞行速度武力，那个是轰炸机哦，对啊。哦，兵犯感觉很凶啊。BF109 助理战斗机，二战最著名，生产量数量最大，型号最多。到1935年试飞到1967年，我已经32年。德国空军的哈特曼上少校曾经用 BF109击落352台。是到站。试飞。续航力。日本人的过度自信影响了换代型号的延迟，而且盟军已经针对俘获的 Zero 进行了针对性设计。机体脆弱成为这种致命缺点，决定优秀飞行时光 ，Zero 只能转为自杀飞机，好惨哦。高速拦截机，低吸收，还有部分 BOSS 之牢。这是蛮酷手的资讯，可好做好好完整哦。我还有隐藏，还有隐藏的。一周目通关会根据每三项表现，让在全关卡三项都拿到金勋章，就可以看到九段非常性感的图片，升到第三位。在通关使用各种关卡的勋章，坚持一星勋章。这太难了吧！有一台大的炮，哦，还有这种事。好啦，觉得这一台这个完成度真的很高哎、欸，这个设计有新发布。今天就到此结束啦，觉得今天真的玩得很痛快，可惜弹幕还是要再练一下啦。
这真的蛮厉害的。当时这种画面感觉很厉害，就是那时候在大型机电玩里面玩，真的是觉得非常厉害。那个画面怎么感觉跟真的一样？OK， 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子咯。明天看有没有机会玩，因为明天要出去，所以不一定会开实况这样子。OK， 林，拜拜，拜拜。这台很大，好。